其实，你日后可以和萧雨好好相处看看，没准儿他没有那么讨人厌呢。小雨，是我喝多听岔了，还是你喝多说胡话啊？哎，不是，我只是觉得吧，你现在这谈婚约可能还为时尚早。我今日就要与你说清楚，我不管这与我有婚约的是谁，李小伟也好，还是李雨也罢，就哪怕是周记，这婚约我也是一定要退。宋家之女这个名头，你在家都喘不过气了。为什么宋家之女就一定要有学识呢？我就是不喜欢读书，又怎么可是我没办法，没办法改变出身。但是婚姻呢？还是那句话，我不要被安排的生活，我要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种什么都不会的女子，我从何下手啊？我也不是啊，我也不是什么都不会，我还是会的。你会什么？我会骑射。骑射，独树一帜也未尝不可啊。